出国该买什么伴手礼？跟着空姐买准没错。现在日本最行最行的。什么？就是这个。它有编号的牛奶糖。香奈儿的伴手礼。对，是里面的每一包，你吃起来都是他们家现榨薯条的口感，吃起来如何？融入麦当劳，对对对对，好可爱哦，好可爱，好可爱。今晚10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，臭臭董事长。